因咧靠歷史啦，華蘭啊，華蘭飯店有兩間，那個老闆我認識，很熟嘛，持續那個東西，好，北投，他喺飯店內底有保齡球道呢，有無？華蘭飯店有保齡球館、保齡球館，啊，你看有無？像我一個是北投，啊，北投的酒家和咱南部的酒家是無夠，研究也不一樣，風格也不一樣。那个是对不对？东门进来啊，他酒家一个男的，一个酒家女啊，但是每一个小时再换一个女孩子。他到最后就每头发没啊，人家是头发的，就用心的头发可以每种的啊，你其他人就一般，你达到的话一定去啊。啊，真的不办的，你像几家家，写三单名单，你们三单名照，进步很少，台北就是这样，每个小时给你换一个人。他而且下来都可以的，阴阳早啊，都没有。迎接他的话，我是讲，开始同阿个爸爸咧算阮是小朋友，拢来就随便啦。他就那一个晚上一周三万，他说三年没走。迄阵公务员的薪水较万几块呢，啊，一个月较万几块。四加三万。可是现在高雄。